阿佳，你大晚上不睡觉干嘛呢？拿着东西。我睡了一觉睡醒了。准备去哪儿呀？那我想去看一下我爸爸。看谁？看我爸爸。你爸爸不是不在了吗？是啊，不在了，他就站在那边。大晚上的你不是梦游吧，阿佳？没有，我今天睡觉的时候梦到他了，我想去陪陪他。哎，你真的要去那里？那个阿佳，你这不是傻吗？哪有大晚上的去看的吗？是不是？没事，我去陪陪他们。啊，你这傻孩子，真的。要不这样吧，明天我陪你一起去看，行不行？今天大晚上的你去干嘛呢？对不对？我想他了。想他？没事没事，你个傻孩子。我明天我陪你一起去看，好不好？今天天太黑了，好吧？那我送你先回去，走吧，大晚上的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走走走，啊！哎，阿佳，哎，你来了，是不是等久了？没有，路上有点堵车。其实都不用麻烦你的，你看你跑来跑去多麻烦。哎，没事哦。对了。这是昨天你说让我去那个买的，你看一下有没有那个漏下的，要是有的话我马上又去买。没有了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不客气，你说谢谢那见外的了。那我们走吧。都准备好了吧？好，行，好，可以来呀。为什么要让我买这个方便面呢？因为我奶奶喜欢吃方便面。奶奶？哦，还有奶奶，对不对？啊，行，好，那出发吧。哎，阿佳，那还有多远呢？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对不对？到了，对不对？就在这里。啊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好吧？啊，你该做什么？来，之前都是怎么做的？不好意思，让你见笑了。没你见的，阿佳。
心情我能理解。我们去看一下我的旧房子吧，已经16年没回来了。16年是要还要去看你奶奶还有你哥哥吗？就是如果我家旧房子。行，要不要我背吧？没事。以前是个木匠，对不对？相信你还在这里，从不曾离开。